里情敌。莫郎中，我们孙家乃江左第一世家，而我是孙家的嫡长女，背后是太后与淑妃。若是我嫁给帝王殿下，于他而言乃是天作之合，而你不行，别做梦了。戏外姐妹，小偷，看这个戏法。穆郎中，真是个小调皮。我应该走的时候是小可爱。哎，他穿这个，因为他更瘦，他穿这个就更好玩。他一拎是 Q 版，一拎就真是站起来。所以两个 Q 在一起，两个 Q 在一起好玩。欢迎来到孙云云小剧场。这是从侯爷到王爷的转变。我愿意为妾。哎，太假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愿意为妾。我愿意为妾。观众来品一下，就是哪怕是妾这个1.0和2.0版本，你们更喜欢哪个版本，好不好？